都是 NPC 是不是 ？NPC 哦，自称是最初，但没特别提供什么导览哦，所以它会很常出现是不是？好，那我们来选择一下、哦，提供导览的我们就给花吗？哎、欸，提供导览的，我要给花妈，花妈来提供导览吧。那这一位呢，不仅自己要一直保持笑容，还要强迫他人也笑容满面、开朗的阿姨。阿姨，我也想给他当。开朗的阿姨，等一下花妈比较适合当开朗的阿姨吧？还是开朗的阿姨给野口，野口一点也不开朗。好吧，我们就给他有一点反差萌嘛，开朗的阿姨给野口吧。哦，还有人气的蜜友，我看一下谁很人气。穆斯卡，胖谷，好哇，还有小新呢，顽皮的孩子给小新，好像也不错嘛。哎，怎么那么多胖谷啊？好多胖虎哦，这里又有两个，是怎样？大家都想要给那个胖虎当顽皮的孩子，是不是？好，那给小新吧，不顾他人感受，四处吵闹，跑来跑去，毕竟还是孩子，也是拿他没办法。好的，这个很适合小新哦。嗯，爱操心的妈妈哦，是西施惠呢，戴那个帽子好适合哦。好，就西施惠吧。爱操心的妈妈是西施惠哦。好，甜蜜的情侣哦，女朋友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有女朋友啊？什么意思？感觉是个渣男是不是？有没有比较渣的？哦，这个，这个应该可以吧？这个可以。当下眼里只有男朋友，这份感情能维持多久呢？然后就你了。然后 Rudy 是什么？借由鄙视他人来满足自尊心，可怜的人生失败族哦！我前几天才在抱怨这种人，用嘲笑他人来获得快乐的。嗯，可是他画的角色感觉都好正派哦。好吧，那就你了，好不好？近莲儿，爱挖苦人的男子。哦，好，就交给你了。不可靠的镇长，哆啦 A 梦呢？还有史莱姆，不可靠的镇长史莱姆。哎，这个这个我会不会被版权警告啊？这个。这个好了，不可靠的镇长，好不好？我们选这个，希望我的影片不会出事哦，只能被抓版权之类的。嗯，应该不会吧？应该不会吧？好，好，我们就选这个好了。虽然我觉得有点危险哦，有点危险，因为大家都知道，他们公司的版权抓很严格哦。如果选的出事的话，嗯。那应该就是这个问题哦。好，那就这样子咯，耶、yeah ，好咯，最初阵，好酷哦，哇，好酷哦，好酷哦，好酷哦，哇，哎、欸，花妈。今天也很闲呢、啊，哎、欸，我应该要学那个花妈讲话哦。今天也很闲呢、欸，哦，你怎么了？慌慌张张的，咦，有着人脸的怪物，呼哈哈哈哈，你是不是在做梦啊？这里是和平的最初镇呢、欸，在这里生活、哦，任何烦恼都会忘记啦。哎、欸，哦，野口是卖蔬菜水果的开朗的阿姨哦，很难把野口跟开朗给联想在一起哦，啊哈哈，今天天气也很好呢，哎呀，欢迎你来旅人，怎么了，慌慌张张的？
板着一张脸可不行哦，来笑一个笑一个，笑容可以带来幸福，还真的照着笑了。野口反差，哎，小心，顽皮的孩子，小心！耶耶，我是龙哦，啊！爱操心的妈妈，行不可以？那个动身的声音很难装哎。我在干什么呀？你给我乖乖呀！我还在那儿呢。哎呀，龙儿真不好用，我的孩子怎么这么样？那该怎么办？快点啊！好难哦！哎呦，啊，这个应该要用蜡笔小新的那个席琳跟命奇，对不对？呵呵呵呵呵，你真漂亮！哎，感谢熊仔抖内，笑容可以带来幸福。嗯，可能哦。你也很迷人呢，我好幸福。我也是，我的脸爱近莲儿，爱挖苦人的近莲儿，嗯，他的脸是有点崩掉，他的脸只能看正面，不能稍微这样侧一下呢，稍微侧一点脸就崩掉了。没见过你啊，难道你是来玩的吗？是哦，哎，不对啊，我不是来玩的，我悠闲的独自旅行呢、啊，真惬意啊，太羡慕你了。啊，还好啊，没有到，这真的没问题吗？这真的没问题吗？我很怕我等一下直播到一半被编掉，还被编台，不可靠的镇长，咪咪 mouse。你，喂，你好，女人，我是这个城镇的镇长。你已经跟镇上大家聊过了吗？哎，是。这个最初镇很不错吗？我之所以能够当上镇长，哇，那是什么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妈妈，那是什么？别说话。Rosie Raymond， 哎呀哎呀，哦，那是大魔王。哦哦，我要选择大魔王的角色了。大魔王，大魔王，我要选谁？嗯，那魔王，我选这个吗？长得跟我很像的村人哦，就是我长这样子，然后魔王长这样子，就是两个长很像的人哦。哎，哦哦哦哦哦哦，我是大魔王村人啊！大魔王村人听起来就好虚弱，是给世界带来恐惧与混沌之人啊。最初镇的人们啊，来走走看吧，失去脸的恐怖滋味，赶快赶快把镇长的脸用掉，不然啊，野口的脸啊，花妈的脸，哈哈哈哈，花妈的脸不要用掉了，太好笑了吧！啊，金莲儿的脸也不见了。哎，哇，镇长的脸，赶快用掉，赶快用掉，不然我也怕会被编台哦。哎，就镇长的没有被拿掉，花妈的脸，哎呦！失去脸的人听好了，哎，妈妈没事，你们就在恐惧中痛苦挣扎吧。至于幸免的人呢、啊，下一批就轮到你们，好好看清楚镇上同伴的下场，跟他们一起在痛苦中绝望吧。那么再见了，哇哈哈哈哈。
你还好吗？不可靠的站长米宾帽子。咦，救命啊！战斗！哎，你还好吗？点点点啊，没办法讲话了。跟站长们被拿走，真的。哦，糟糕！哦 ，Rosie 的美梦，哇！我已经没有资格继续爱你了，真的好渣哦！哎，啊，新疆，能帮你帮忙？我的脸看起来就是一脸就是嗯，你说我在听。的那个点哦，啊，旅人，拜托你，请你救救信，是，啊，太感谢你了，对啊，请你收下吧，这是我家代代相传的护身符，获得了家传护身符，大魔应该在附近，请你去城镇外面找找吧。